感谢大鸡鸡阿红的330块台币，真不愧是我们的大鸡鸡阿红。希望暑假能跟抖音高调一起双排玩 I 罗，或者是单挑 I 罗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如果我有这个时间的话，我现在暑假真的非常的忙。感谢26许庆恩的70块台币，单纯想上影片，没错，有这种想法就对了。你上影片，我上你。感谢 KYS 的70块台币，期待皇帝的下一部影片，没错，每天都要期待我的新影片，好不好？大家都一样。感谢陈士兵的70块台币，皇帝哥拍的影片真的是永远看不腻，那肯定的吧，我用心在做影片的男人呢。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。你想上电视吗？想让更多人看到你骚到出水的极限操作吗？又或者你是想要皇帝的原味内裤？都欢迎投稿给我，好不好？越高清越好，这样其他观众看的才会爽。那前面的这一段影片呢，是差不多快2年前吧，我有做那个观众投稿的影片的开头。各位，就是今天我要重启我的观众投稿企划，我现在正式把它取名为强者募集。那为什么会重启这个观众投稿企划呢？因为之前会停下来，是因为观众投稿的画质都太差了，我不想把这种差品质的影片给大家看。但是现在传说对决已经出了一个功能，叫做对局录影。你打完之后，你可以去回放你那一场打的神操作，并且录影下来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画质肯定是好的。关于投稿的注意事项呢，我已经放在画面上了，大家就好好的去看一下。如果符合资格，你就来投稿。暌违2年的观众投稿强势回归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爹，我的影片让你无可挑剔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传说对决的新模式——秘法狂潮。那这个模式呢？很简单，你选一只英雄之后，在倒数计时结束的时候，他会随机给你3个大招，那你再从这3个大招里面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，那你这一场里面就可以同时拥有原本这个角色的大招，还有你选的那个角色的大招，同时有2个大招让你做使用。那各位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哪两个英雄的大招组合起来是最恶心的？我来跟各位举个例啊，我觉得选安格烈配上绮罗的大招最恶心。你先开绮罗的大招之后上安格烈的马，你可以直接穿越地形，直接冲欸，你完全不用绕地形。因为绮罗的大招可以穿透地形嘛，快点在留言区分享你觉得最有创意的大招组合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今天的影片马上开始 ，Let's go！ 我们玩奎伦好不好？我们玩奎伦，可以吧 ？OK， 各位，奎伦，如果我们玩奎伦可以配上蝙蝠侠的大招，拜托，给我蝙蝠侠的大招，蝙蝠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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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蝙蝠侠大招？没有。诺维克哦，卢米亚哦，卢米亚的大招感觉蛮靠北的，哎，还是要奇尔可以无敌耶。哦啊，奇尔，各位你们还记得吗？奎伦的大招杀完人可以刷新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奇尔就是奇尔的大招了，奎伦配上奇尔大招，哇，人头爽爽收，不唬烂你各位。其实我刚刚觉得配上卢米亚好像也还不错。这模式不能配蝙蝠侠大招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好可惜哦，官方真的是不会设计游戏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可以让蝙蝠侠大招进来。OK， 我盘腿坐啊，我比较习惯盘腿坐。来，我们先弄一下，反正很快就会上4等，我们就可以去打人了。帮忙打就是赞，睡哦睡哦，这一局感觉胜利有希望哦。不过这模式最屌的地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到最后一刻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会输还是会赢。哎，这里这里，人头人头。哎，开大招哎！你们看到吗？奇尔大招搭配奎伦，超级强。OK OK， 下路可以收，下路可以收。OK。睡哦睡哦，拉一下拉一下。我们蹲一下，交给那个哥德扛一下，靠背。可以，再来再收，再收，开大招，睡。OK OK， 来了，我的局，我的局。可是 ，OK， 没被看到，没被看到。来，罗尔先上，罗尔先上。
去哪里？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可以收，可以收，所以上路这个也要收，上路这个也要收。哎呦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假的啊？他选貂蝉大招哎、欸，来吃吃吃吃吃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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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诱一下引诱一下，他可以死。够强吧？够强吧？哎、欸，奎伦配那个奇的大招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，真的太恶心了。我现在目标，我现在把目标放在杀人上面好了。难得拿到这么好玩的，对，我平砍他就死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干这太强了啦！靠呗，奇尔配这个奎伦太恶心，真的太恶心了。开大招，有没有躲？哇哇哇！我应该不会死的，可惜可惜。有没有？啊靠北，没了没了！哎呦，这个复活可以啊，这个复活可以啊！哎、欸，啊啊！我想说这个复活很可以啊，可以，一定会有人来上路清兵线，一定会有。我跟你讲，他敢是边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开启了大招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喂，大招太晚了，哥德，我应该不会死的。我觉得可以再抓对面防人很烂，对面防人很烂，我们要朝防人这个破口去打。这个。哎、欸，开大招！哇，可惜！哎、欸，我发现闪电侠这个模式很强哎、欸，还是等一下来玩闪电侠。我突然比较想玩闪电侠，没有很想玩刀锋了。很强哎、欸，我们野刀也要加减叠一下，不然伤害也出不太来。可以加好友吗？我这个账号不加啦，抱歉抱歉。这个账号不加人家好友的，谢谢。OK， 我们继续弄。哦，我们现在伤害很高。哎、欸，小姐，半夜在这边卡表哦。他刚好站在墙壁旁边呢。我们首要目标就是对面那个闪电侠，他很难搞。OK， 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没事没事。这一局不能输了吧？我们，哎、欸，睡睡睡睡睡睡睡，对面最麻烦的出来了，出来这个杀，这个杀。哎、欸，哦，他连回去的时间都没有，来，这个可以杀。注意。完美哦！我这个技能搭配 ，Bravo Bravo， 很赞啊！哎呦，这个哎呦，我手机差点掉下去，讯号没了。OK OK， 厉害厉害厉害！我、哦、这个技能搭配还不错啊，虽然不是我们拿 MVP， 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
因为我们的输出 30% 哎、欸，很高哎、欸，好玩好玩好玩，感觉闪电侠也不错玩哎、欸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各位，秘法狂潮真的超级好玩，强烈推荐各位要去玩啊！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叮一叮。你们的订阅跟小铃铛呢，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支持，最好还可以按个赞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的场地。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，那我们下一部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